好久没有见上杀狗头了，大家晚上好啊，狗头玩家也好啊，够啊，够不够？太坦来了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穿过。疾跑自带高原血统，无敌一级高原血统的剑圣，你见过没有？疾跑还在。捍卫你自己。虚重，一举击斩。无一二十就想我瞎好，起码得五十吧。阿离没意了，他估计要杀火呢。是最强大的敌人。没蓝了。他火男在那边勾引一下，他没蓝了。六了，浪费十根。他人呢？只要下路再打掉他，有可能抓下去了。后半有了。先让你跳一会儿啊。十层戒指，算了，还是出个水银鞋吧。
直接上路练功反就完了。我在想出海妖还是盾弓杀快点，直接出海妖挺好的，假修没用。还是他打我疼呢，你别跑啊。有海妖有意义在砍龙龟还是挺快的，同样经济建设还是打不过龙龟的，但是建设比龙龟更好起来，